道一灭第一 ADG 全员被勾到头昏，求求机器人究极封神勾麻各大解说 FPX 在干嘛，你要回了 TES 吗？前排求求的机器人，感觉左边全是绝活，感觉都上手法了呀，这一把都上绝活了。对，葛文机器人喜欢玩你表演一把，我叫秋秋，玩葛文怎么说，玩什么虐他一把，第三局拿下阿卡丽，绝对永远的打葛文。阿卡丽小优一点点吧，如果两边水平一样的话，阿卡丽算是有点看的葛文的，其实但是有机器人看一下中谁谁死能不能过到人，对吧，右边都好脆哦。我觉得弱点就是得玩这种这有抽奖有锅子那种，对对对，求求对，过到一个就不用就杀一个，不然就正常打就很难赢，就像第一把龙王那种。左边就看机器人啊，机器人这英雄就是双刃剑啊。三技跟哎，乐哥要被勾了，乐哥被勾了，乐哥没闪，乐哥学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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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还有乐哥，机器人的一血点燃啊，完全没有想到机器人会来这勾啊，对，研究乐哥了，这肯定被研究了，知道这三槽他每次蹲在那个三槽里面，而且没带闪现，点燃叫 TP， 绝对有研究，总出场八百场，排名 number one，Mako。无敌前十，弗兰朵排名第四，绝对的核心。怎么说，究竟 Mako 是 LPL 铁人还是小护士？应该都是。西夜点怎么也在上面啊，595场排第八，死爆呀。林伟翔是第九啊，怎么可能啊，翔哥怎么有这么多、啊、哎，他妈少粉都能上场啊，少分不也上榜啊，好反胃啊，妈少分凭什么上榜啊，第十不是他，少分有什么资格上榜啊，秋秋要找机会出钩，要逼闪一钩砸回来、哎、还闪现榜吗，海哥距离不够，这波勾到很赚，秋秋双刀还在，下不可以闪现回他，闪现一加勾感觉是有机会杀的，等下三级姐姐继续来中路给压力耶，哎，被推晕的话 ，K L 肯定要死哦。啊 ，K L 没有 W 的吗 ？W C D， 这 C D 那不是来就是、啊、闪现勾，冰川触发，下路肯定要现杀了，刀钩没勾到，但伤害够了。哎，怎么又是木人呢？烫死了吧？对对，两个点人，运气还不错 ，E D G 还是秋秋的人头，机器人吃人头没一点用，走，要红。骸骨也太恶心了，又一个、哦、W A Q E， 这回绑到了，那死了。球球大准子，哇！球球，球球，球球那个 Care 了，就求求你了，别送了 ，Care。还得看球皇 ，Care， 我真的求求你了，别送了，球球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哇！球球，一个机器人。他的勾到底在干嘛，哇，鬼鬼球皇这么准啊，太准了，这下路勾崩这么崩了，有点勾崩了呀， EDG 真的有危险，这个阵容求求你了，他这机器人确实有点猛啊，还不错，百勾百中 Live 不是想被勾，是机器人在勾人，又不像 Care 那种，哎，又来了机器人，又想勾立我，又想勾立我，立我没闪的，又死了，没死了，我操 ，Fabulous 不会吧？要赢了，这把 Fabulous 下路发力了，求求 ，Fabulous 要赢了，这立我发育烂掉了呀，零杠三了，立我，零上零辅助零一一，下路被突破了。好像玩不了的是这一点，玩不了啊 ！Mako 太想帮利武活下来了，结果自己也死了。哇，真的要裂开了这把！我操，方法突然发育了。哎呦，这一把，这个机器人兄弟，不会吧？究极以下克上。哎呦，球球这武术鞋压力太大，球球压力太大了。林伟翔狂攻是用过的。要勾谁？想要死了呀！预判直接勾了猴子，那猴子倒霉了。哇，拿不出来呀！李伟雄的一眼呢？还是死了。哎，人机抽筋！哎，李伟雄好气！想个五杠零，小胖，小胖，小胖去，差点把闪哥害死了。这一波机器人，
机器人好有想法，他直接电，他知道姐姐要放 W 去打，他电完直接出钩。他电钩的话，猴子跳棍是按不出来的。哇，有点小帅，说实话。他空过钩吗？这把我真的想问啊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真开了，他钩子命中率有点高的。机器人这个英雄是这样，到中后期就没用了。这英雄，机器人这英雄只能封神。对，封神或者封犬。对，球球在这个出钩位，哦，哎，跳过减速了，没钩，没钩被闪，刷新了火箭超越，没钩顶跑不了了，刷新 W 了，好惨，十二分钟五级。这 KR 虽然再勾，来一个勾到姐姐，姐姐被秒杀，我操，放 plus 一下放扇，球球你在干什么？球球，球球怎么这么屌啊？就这么准，哇哟球，哇塞，大威秋神，我操，秋神。2-0-7，每个人头都跟球球有关。球球，博分之博残团略，绝对核心。机器人这个英雄真能把人打昏的呀，众生平等的这个英雄。真已经昏了，我说实话。真要被勾晕，把 EDG 的人勾晕掉了，直接。勾晕了，玩不了了，有点。我球球这勾太夸张了吧！这机器人放 plus 就在今天，我的球球，完了！我觉得最慌的应该不是 EDG， 也不是 LNG， 也不是金豆 ，TS，TS TS 不会，真的是被放 plus 了，然后进不了决赛。TS 现在压力有点大呀，不是他这机器人有点太变态了，他勾的是现在 LPL 第一的队伍，他勾的不是那种 AL。放 plus， 你是要毁了？不能说完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毁的？这一波真的有点伤，这一波要比那天 RNG 被 AL 拿下伤800倍的。秋秋一个人打崩上路，又把下路打崩，只能说他这把机器人作用太大了。他还把打野勾昏了。对，杰杰也被打崩了，一个人打崩四个人，就差 Fofo 了。勾勾吃一个勾，感觉这把真气了。闪现过来，你喜欢勾人，你还勾不勾？没办法了，这就怕被开。喜欢勾，听说你很活跃是吧？哎呦，被秒完，秋秋自己都笑了。哎呦，看你不爽很久了。机器人是圆满完成前期任务啊，就反正给他的任务，感觉就是给三个 C 拖发育时间。这把是完完全全够拖了，就看三 C 能不能有回馈了。他是正面要找别人打吗？小猫有 TP 的，留到门口，门口没闪，门口直接被秒了。是的，阿乐进场也死了，敲了一下，直接被秒掉了。球球这一棒子跳起来，回旋推，回旋推。天啊，把小猫玩小马拉松了！不对了，不对了，这把不对了。乱掉了，乱掉了，直接乱掉。方 plus 已经不对，开局到现在就不对啊。方 plus 很来劲 啊，这把感觉优势很大，八二开吧。哦。我操！方 plus 在干嘛？方 plus， 你是不是想毁了？方 plus， 你想毁谁？直接说。如果方 plus 这么猛，是谁最难受？你觉得是谁呢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问一下你们。我也不知道，不懂。我是真不知道，我刚念的弹幕。OK， 你念的弹幕是吧？弹幕在刷 TS， 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看不懂。我也不懂，一点声音都没了，现场解说都没声音了。想逼大龙啊？大龙好像。EDG 可以过来，但是那个视野，华秀机器人他们很害怕，机器人在那儿，球球给个压力，压力给的很大呀，这不，压力好大呀，这机器人往这一站，往这乱掉吗？这把猴子想，哇，我找到了，战略点。
点拿下来，那风风要死了。视野闪现下来，抢到了！不是吧，姐姐，这也能抢到啊？我有冠军打野的感觉。他这波就是帮抢，但是好像没什么。完全没有任何视野，姐姐抢到了大龙，难以置信。当时应该风风球给了个视野，没有任何有一点点辛德拉给了个视野，没给猴子秒掉啊，1200直接拿下，给了 EDG 喘息的机会啊，悬念不大，再抢一条才有机会，有的打，5000经济，只领先在 ADC 身上，其他位置都差不多。对，下条龙一放，还能再玩5分钟。给压力，轻转直接必杀，完了，风风没闪，风风没闪直接被秒，机器人给的压力太大了。点杀能力太强了，我的天哪，风风也没闪，不讲理啊！就抓娃娃，抓到谁都要死。是的，他。随便抓一个过来，缺到人群里直接拔了，拉住了，但被击飞了。啊、闪钩逼出了闪，哇，好吓人啊！这钩好吓人，有点上头了呀。乐哥急了呀，没办法，乐哥想当英雄，最好欺负的就是这个小炮。日瓦阿海的血栓也没效果，是没什么效果。一击真要被方 plus 干了。方 plus 到底要干嘛呀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大龙团双 C 没闪啊，球球勾到谁都是被秒啊！哎，大叔给大招，假猴挡一下，还是打到真猴了。大叔大招好像很宽啊，杰杰怎么办？被秒杀！哎、姐姐被逮，美国也是一丝血，利普没有闪现拉开，起来完了呀！要结束了，要一波了，一波了！林伟翔太肥了，两刀一个，两刀一个，方普拉斯大水鬼战胜了头名 EDG， 谁能想到这个结局？方普拉斯到底在干嘛呀？方普拉斯在犯规。真在犯规，方 plus 也能赢 EDG 吗？绝对在犯规，方 plus， 他们让他的另一个对手也抖起来了。但是好在 EDG 帮内斯队伍找到了财富密码，机器人龙王，谁能想到第一招倒一掠呢？这就是 LPL 的实力，没有。太悲对，这样次这么大的爆冷是 NIP 打 LNG 吗？差不多，或者老干爹打滔搏，都是那种 RNG 输给谁队伍打上游队伍 ，RNG 输给 EL 是吧？对，但是 RNG 当 RNG 也是中下游啊，排在十名开外的。恭喜方 plus。FPX 这下真的要充当最大的水鬼了， EDG 登月了， LPL 已没有上游战队这一说法，哪个战队发起狠来谁都能拖下水。3月23日 FPX 大战滔搏，敬请期待。最后兄弟们觉得各视角体验不错，三个连支持下再润啊。